看见十块，我看见看到了五块。你们可真行，他的爸得被你们牵疯。啊，这么严重？哎呀，我的宝塔1958嘞！爸爸，我给你买了一个新手机。嗯。然后，唐爸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的茅台，没事没事，孩子不懂事。妹妹妈，你的手机，抱歉啊，不要紧。菲菲妈，你的金项链啊，项链都给我卖了，回去再和你算账。佳佳爸，对不起啊，还你车钥匙。什么？王佳佳这个败家子，把我车都卖了？完蛋了，这次义卖是不是玩大了？老爸，这个是我的生日礼物。没错，老婆，佳佳，生日快乐！谢谢妈妈。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粉红色，完美的沙子。爸爸妈妈，这就是我的梦中情人。老公，佳佳是不是误会了？文具盒才是她的礼物呀。嘘，让她冷静下来再说，怕她受不了这个刺激啊。王佳佳，这是你的心智形成。然后，佳佳，爸爸妈妈竟然送你一辆自行车，好羡慕！这辆车好漂亮啊！佳佳，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起骑上了。没错，我终于有自行车了。妈妈，这几个姐姐干嘛围着我的车又笑又跳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是你们的孩子啊？是。这车真漂亮，对，漂亮，孩子们都特喜欢。糖糖，今晚我们就一起骑车。好，7点钟不见不散，我也一起，等等等我。妈妈，我去前面玩呢。小心点，贝贝。爸爸妈妈，有人骑到了我的车，拉着我的车。到了，哎呀，终于找到不要钱的地方了，就停这儿，都给我下车。爸爸，这是哪里呀？这是离我们吃自助餐的地方得有18000里吧。王大全，你看清楚，离饭店还有5公里，怎么去啊？走路去啊。走路？爸爸，我都饿得头晕眼花了，你还要我走路啊？哼，爸爸，我也饿得走不动了。哎呦，饿了才能吃得多，这样吃自助餐才不会亏。亏一个大头，那么远还没找到饭店，豆豆家家就奥运在路上了。爸爸，你没事吧？爸
爸妈真是抠搜到家了。到饭店了。老婆，前面路边有车位，就停那儿。反正保安已经下班了。随便啦，只要你快点停车，让我吃饭就行。总算可以吃饭了，我发誓再也不和爸爸出来吃饭了。哎呀，兜兜转转还是省下了这笔停车费，我真是太聪明了。等我吃饱了再和你算账。吃的都要扶墙了，39的团购真值啊。呀，罚单。爸爸被开罚单了。罚多少？罚500。我们爷儿三个饿得头晕眼花，就是为了省你这个麻将钱。老婆大人息怒啊。新个版本，我叫你断口搜。偷偷搜搜的罚了500，还能自打。真是亏大了。花花，你怎么了？多福学姐是一个熊孩子，他拿水枪滋了我一身水，他妈妈也不管。岂有此理，找他们算账去。对方的战斗力太强了，说不过一点。有我在，绝不能让你受委屈。走。哦，多福学姐这一步的您大事。你家孩子拿水枪乱滋，你不管管吗？真是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你们跟他计较什么？他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吗？今天你们要是不跟我学妹道歉，我可就要原样还回去了。妈妈，爸爸，你敢判我儿子试试看？会护短的不止你一个，再不道歉我连你一起撕。又再撕，惹错人了，你赶紧跟他们道歉。对不起姐姐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护短的感情太幸福了吧。回到宿舍，我去拿个快递，你等等我啊。行啊，李丽烦死了，每次都耍大小姐脾气，你要不是看她经常送我东西，我才不跟她玩呢。亏李丽对香香这么好。对呀，真搞不懂像李丽这种人是怎么有朋友的，你最好也别跟她玩。再鼓动别人不跟李丽玩，小心我撕烂你的嘴。小托福，我就不信你们宿舍的人不讨厌李丽，装什么呢？比起李丽，我们更讨厌你这种背后说坏话的小人。我的室友，我不允许任何人背后说他们坏话，不然。小托福，李丽，不是我说，你交朋友的眼光也太差了吧？你赶紧走，我再也不会拿你当朋友了。不当就不当，我还要稀罕呢。小托福，你护短的样子也太酷了吧。那必须的。哎，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才回来呀？不知道啊，我都要饿晕了。小妹妹，你们都饿坏了吧，吃个鸡腿汉堡吧。超级饿。佳佳，不要吃陌生人的东西。豆豆提醒的对，万一是骗子呢？别担心，我也住这里的，就住前面第三栋。那你住几楼？我怎么没见过你？刚搬来，就住205。原来是邻居，还担心什么？谢谢姐姐。佳佳，豆豆，你别担心了，这个姐姐是好心关心我们。对呀，你就放心吧。哎呀，看你都饿半天了，也赶紧吃一个吧。这个姐姐看着确实不像坏人呢。汉堡配可乐，快乐会翻倍哦。姐姐，你人这么好，肯定不是坏人。谢谢姐姐。别客气，小妹妹。你也来一只。姐姐，你真是个大好人。快吃吧。吃完了。吃饱的感觉太幸福了。谢谢邻居姐姐的好心投喂。真的不用谢，因为我是要收费的。收费？姐姐，你不是好心给我们吃的吗？好心？拜托，我的东西我是花钱买的，凭什么给你们白吃？别老说，赶紧给钱。汉堡60一个，2个120。40一只，2只80，120，200。哼，骗钱就骗钱，居然还假扮好人。我可从头到尾都没说自己是好人，是你们口口声声说我是好人。少废话，快给钱。欺负小孩。我只有20。才20，成本都不够。把你的电话转给我，就算扯平了。你这个坏人，我就抢我的电话手表。你干什么？你谁呀？他是我爸爸。爸爸，这个坏姐姐骗我们吃他的汉堡可乐，然后又是
就报警抓你。叔叔，我错了，把钱还给你们。别再让我看到一片小孩，否则一定把你送警察局。坏蛋，连小孩都欺负，哼！好险啊，爸爸，还好有你在。你俩给我记住，一定不能轻易相信陌生人，这可是很危险的。大家说，能随便相信陌生人吗？科目三，科目三，老爸，科目三，老爸，科目三，老公加油！为了孩子们六一开心，我不要脸了。咦，王佳佳爸爸的字好丑啊！你老爸的，你强不到哪里去。老公，你的张元英卷圈练好了吗？那必须练好啊！老爸，你可千万别丢我的脸！儿子，老爸什么都给你丢过脸。嘿嘿，我老爸就是靠谱。爸爸，你怎么出那么多汗呢？我没出汗，我不紧张。老公，别紧张，芭蕾舞很简单的。芭蕾舞上难度了呀，老爸，你是什么节目？保密。烦你！他爸，你干嘛？吓我一大跳！哎呦，老婆，对不起啊，我这个节目可是压轴节目。下面有请爸爸们开始我们的六一表演吧。你们爸爸看着地面，一看就是练过的。三圈，四圈，不带了！哎呦，菲菲爸爸，哎呦，跳不了了，我扭到腰了！哎呦啊，还是不丢我的脸呢，这下注定了！走！爸爸可千万别像菲菲爸那么不小心啊！妹妹，别紧张，你爸的芭蕾舞可是奶奶教的。我走，我走，我走！现在开始优雅的三连转。爸爸，稳住！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太紧张了，转得我晕头转向。没事没事，妹妹爸，总裁猜你就好啊。好失败的芭蕾舞。门前大桥下，又给我一群鸭，快来快来，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。天哪，好幼稚啊！这压轴节目了。脚趾头拼命抓地，嘎嘎嘎嘎，数鸭数不清，数不清到底多少鸭。这届六一满级爸爸呀，你们最喜欢谁的爸爸呢？这么小的奶糖，仓鼠还敢吃，我才不要大糖糖。奶糖不都这么大吗？谁说的？给你们看看我的巨型奶糖。那又有谁见过我羡慕的，我的巨型奶糖才是最好吃的。我的猪饲料还好吃。和他们的一比，我的小奶糖简直弱爆了。送你呢，谁让你是我姐呢？谢谢佳佳。天哪，就是没见过这么长的拉球。哇，这样比跳绳还长，这长度都可以绕教室两圈。怎么样，我姐这超长把那条够出圈吧。我的才出圈，快来打他，我的才是最出圈的。出什么圈呢？鼻子圈。不如我们让老师来比比，对，看谁才是鼻子圈的顶流。然后屏幕前的你们来选吧。1、2、3、4，两个黄米。
的气，有威力，冲破了天，冲破了地。赔你赔，你赔不起。你起，你起，你起不来。你来，你来，你来上学。你学，你学，你学画画。我得不到，我的咸鸭蛋，考试考个零鸭蛋。就会大大不抢先呢。男生女生配，看你配不配，你不配。唱歌要钱，王佳佳唱歌要命。哼，你这神神叨叨。
宝，注意仪态，要优雅。嗯，妆可不能花了，拍照得美美的。妹妹们，你看，几万块的形体课没白花，我家糖宝真的好看。嗯，糖糖确实好看。萤火虫微信，哎呀，又忘下一句呢。各位家长，各位同学，欢迎大家来参加2024年奥斯卡歌唱比赛。第一位参赛选手王佳佳演唱《你笑起来真好看》。想去远方的山川，想去佳佳唱得好啊！哎呀，这一名死懒就完了，一下子叫着好听。谢谢大家。佳佳同学演唱得真好，下一位李菲菲。离别开出花，像你轻轻的唱，我爸妈都会舞呀，等一下妈妈唱唱，你唱儿子唱的比大家好多了，第一名拿非他莫属，可能吗？唱像误打中药。谢谢菲菲同学，下一位王豆豆同学演唱我有一个好妈妈。豆豆你也要给我争口气啊。我有一个好妈妈，好妈妈，姐姐唱的最好了，姐姐唱最好的妈妈。勉强能听吧。谢谢大家。下一位韩美美同学演唱萤火虫对星星说，等一下可千万别忘词啊，美美加油。萤火虫对星星说，什么时候来看我，这里叫的小朋友唱得很好听的。妈妈什么时候到我，花都快花了。哎呀，我哪知道你排最后啊，钢琴课也快迟到了。谢谢大家。最后一位贾糖糖同学剪刀石头布，终于到我了。糖糖你快点唱啊，一节钢琴课500块可不能迟到啊。哦巴拉巴拉布，石头剪刀布，太棒了。哎呀，哎主持人，我们家糖糖肯定是第一，奖杯就不再借我们家、我们还要给他上钢琴课，先走了。妈，我还想表演。可怜的糖糖。贾糖糖的表演遗憾中断，今天的评选权交给